Hello，此刻北京时间10点，现在在大兴机场，马上要出发。我第一次这么主动的要求拍 vlog， 你知道吧？我们要去坐飞机去敦煌啦，感觉不太像是去工作，而是去度假的，特别的期待。小镇，期待哦 ！Go go go！小头发，如此的俏皮，可可爱爱。今天穿什么？学生装。为什么在高原上我觉得是不行的？你今天不是在高原上给你睡不醒的感觉？是我本人。对，你一直都睡不醒，太能睡了，我跟你说。你要是今天不叫他，可能从你下午吧。确实在线的。虽然已经睡12个小时，我说我有嗜睡症。去直播的路上，希望大家7点钟准时收看我们的直播。你看，今天为了配合校园的这个主题，然后也是扎上了双马尾，然后小书包就比较的可爱，比较的应景，希望可以重新回忆起儿童时代的感觉。一会儿直播见啦。头疼，你要先学会，然后好晕啊！高原好像动一下不太行。